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蕊，我是林钟奎。大爱的梦想。分别不重要，可是认同最重要。把这样的互助分享的精神，也实践在你社区跟家乡当中，大家都可以有着各自幸福的生活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与世界接轨的桥梁，人文讲堂。